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一款《天命2》，它是暴风雪跟它是跟某个公司跟暴风雪合作的。抱歉，我没有太多的去理解哈，没有太多的去研究。不过呢，这款游戏由于是因为暴风跟暴风雪有关系的，所以说我特别会关注一下，因为毕竟暴风雪它对于游戏的品质还是有所兼顾的哈。那现在这个阶段是 PS4 的平台上面有在封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载来试玩看看，那之后还会出 PC 版本啊。那游戏内容到底是如何呢？不用废话了哈，我们继续就是看下去就知道了哈。我们开始啊，稍微老头真有去看一下游戏画面啦，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然后有打宝跟一些组队副本的概念哈。哦，一开始就选择职业哦，他这边有分三种：术士、猎人跟泰坦，所以说感觉就像是铁三角的概念啊，坦辅跟打，术士不用想就是辅助嘛，有没有？回复策略跟奥秘啊，这个什么职业技能啊，以星球能量召唤这个光能之柱啊，强化其中盟友猎人啊，这个感觉蛮猛的啊，适应性、直觉性很强，是不知道是干嘛，反正就是一个打手的概念就对了、啊，这就是一个打手的概念，好吗？猎人敏捷，什么而大胆，行动如风啊！闪身，以灵活的身手来闪避敌人的攻击，感觉蛮屌的。这就是坦克嘛，啊，形成屏障保护，进一步在原地固定你的战队伙伴。好吧，我们今天来试玩一下猎人好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款游戏大家关注度高的话，我们可以再试着玩别的职业啊。我们就先来玩一下猎人，一切都是试玩阶段，所以说游戏内容应该不多啦。哎呦，有剧情欸。Hello， 我是猎人，你是谁？看起来机械一族的感觉。哦，这是怎么回事 ？Ikora， if you tell me this is a practical joke， joke？ Well， it kills me to say it， but I would be really impressed。Impressing you， Kade， is the easiest thing I'll do all day。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What happened？ Durala， this is my serious face。这是我吗 ？Ikora， what have you got？Someone or something has sabotaged the skyline. 破坏了天网。And comms have been spotty for the last few hours. 看起来像死神啊。Beyond the wall has gone dark. Maybe it's just the storm. Maybe it's. What are the set feeds telling us? 哇，这人看起来好奇怪啊。Nothing. That's good, right? No. I mean, they're not there. 他们不见了。No satellites.卫星都消失了，发生什么事？这看起来像绝命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有没有 ？Battle station， 来了，救命啊！我们被入侵啦 ！Now， 哇，这是坦克才会有的，不是，这术士，这术士会有放防护网哦，我就是猎人了，所以，哇哦，闪身。原力与我同在。那、no， 快撑不住啦！我的 AT 立场有极限，快点 ！No， 我们输了哇！所以说这就是游戏的结局啊！啊，马上一开场就被入侵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怎么回事？那、啊、中间这颗大颗的球又是怎么回事？哪里搞？啊！难道说这个星球中间还有一颗星球？不是吧？哇，这什么东西？哇，他要把它抓走是不是？啊，他要跟这颗球球合体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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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看到一个很像八爪章鱼的把一颗球给抓走了，是这样吗？好吧。不是很了解，但是感觉很厉害，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很猛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一开始的剧情就是总部被毁掉了，然后我们孤身一人，然后进行任何所有的消灭行动嘛。啊，这个场景又换到哪里来了？哦，换到荒野上了，换到外面的世界了。阿尔卑斯山。Repeat, tower approach. This is City Hawk 723.
这个才是我吧？没错，这才是我。啊，我终于知道了，总部被毁掉，但是那时候我人在外面。了解了。哇，然后我们男主角，我们这个主角都是不会讲话的那一种啊，主角闭嘴模式，这个我了，主角是没有感情的。哎，真的嘞，来到这边都被毁了，哇哩嘞！啊，这个剧情就是啊，出去玩的男主角回来发现总部被入侵了，就是这样，这么的简单。然后呢，我们这个试玩版呢，就是要在这里面能屈能伸啊，试玩所有游戏的部分内容。我、哦、一开始就直接进入这个画面了。Our home. Everything's gone. 一切都没了，高塔。而且这是 FPS 的打宝游戏啊，那基本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电脑去玩 FPS 啊，因为毕竟用香菇头去瞄准有点麻烦。哦，不是很喜欢。然后呢，是什么啊？按十字键左右键是可以有表情的，是吧？哦耶！然后还有什么？换武器是哪一个啊？我，哦，这个是技能手榴弹 L 1，然后 R 2呢？那个 L 2呢 ？L 2是瞄准 ，R 1是什么？哦 ，R 1是攻击。一般的那种类似像是拿武器攻击，那R2 呢 ？R2 是开枪、哦、好像没有错啊，三角形是换武器，换武器耶，换两把耶，好丢啊！啊，下面那一把狙击要怎么拿？按圈吗？这蹲下，圈是蹲下啊，空白键是装那个不是空白键，空框是装子弹，叉叉是跳，然后呢，这个猎人特殊能力。是特殊能力嘛？二段跳嘛？我记得看介绍有讲嘛？对，然后这是什么？算了，我们稍微熟悉操控之后，我们就稍微逛逛逛逛逛逛。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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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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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要伤害我，我不好吃啊！吃手榴弹啊！我手榴弹还在 CD。No！ 去死去死！真的是用香菇头移动，真的是有点困难啊！不是我要讲，不要 ，None， 优异的装甲，更优异的武器。我刚刚捡到什么？我刚刚是捡到子弹吗？换一下这一把，哇哦，没什么伤害，没什么伤害，手榴弹去手榴弹。到底爆不爆啊？哇 ！No！No！ No! 好恐怖哦！抱歉。Go go go！ 又来了！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不好瞄准啊！掉到这个绿绿的到底是什么？子弹吗？对，貌似是子弹的样子。Hey, you two, give me a sec.哦、What's going on? Zavala's doing the hero thing in the plaza. Me? I've got a date with whoever's behind this. It'll be a short date. 等一下，我是女的。哪里嘎？我刚那个是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是女的、欸。哪里搞？我们的猎人只能选女生吗？不能选男的吗？我不想要当人妖、欸。这机器人挂掉了。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换狙击？哦，有狙击了。按住哦，然后不能用啊！哦，这里是不能使用的。哦，这边好多难民哦。哇，这就是坦克了是吧？好，开战啊！这是什么？哇，玄武器耶！你获得一件新武器，按叉叉。要怎么去看新武器？这是干嘛？任务指示吗？哦啊，这边是什么？哦，这是我的武器是吧？哦，
能动能武器、能量武器、威能武器，这是机灵，这个是有点类似，在你旁边跟着你的小跟班啊，这边都有装备。这顾名思义就是一个 FPS 的角色扮演游戏啊，可以搭配你的职业这样子，搭配你的装备去玩。然后它这个据说还有两种天赋，副职业啦。你原本是可以当，就是会有两个职业，然后一个是神枪手哦，那这个可以搭配更多不同的一个组合方式啊，像这是副职业，猎人副职业，这也是猎人副职业，这两个可以选择。哦，做切换的话，神枪手嘛，一个完美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孤狼，黄金枪可以连续快速射击至六发。哦，这应该是一个技能的概念。孤行者的话是在闪避之后，每次电弧棍会造成闪电的。啊，闪电击余击伤害啊，然后还可以干嘛？细节哦，这边还有技能树哎啊，所以说我刚刚的手榴弹、弹跳手榴弹可以改别的啊哦，哎、欸，好丢哦，哎、欸，我觉得可以改这个啊，哎、欸，对啊，哦、啊，就是它有两大类的副职业，那副职业又可以再细分各种其他技能，你看像是这些。这些好像要开大绝，两个哦，这个是什么？按了之后 L1 跟 R1 按下去之后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感觉还蛮屌的。然后下面也是一样，像这高跳嘛，是刚X2断跳。然后呢，平移在空中第二次跳跃时可以更好的方向。然后这是什么？三段跳哦，变三段跳，这是平移，我们可以来一个三段跳嘛。然后这是什么？射手闪身啊。靠着稳定手施展回避动作啊，回避时可以自动装填，反正就麦卡利的，麦卡利的那个续福特嘛，啊，赌徒闪身，闪开敌人之后会在，哦、啊，全面充了你的近战能力，哦，所以说其实这样玩还不错啊。我们看一下这细节，我们还可以改这里野火手榴弹，哦，感觉不错啊，哎、欸，这个跳跃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好，我们来一个三段跳好了。然后这个也是这个闪身没什么太大改，唯一有改的大概就是这边跟上面的手榴弹的种类。哦，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来换一下武器哦。大家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啊，这个是动作跟一些哦，我直接20等啊哦，了解，还可以选徽章。这边还有很多种类武器，我们现在拿的是史卡瑟洛克嘛，我们可以换成小枪枪。哎、欸，没有，后面还有两把。哦，这个命中很高哦。好，我们装这一把。哦，这是小枪，这是小枪。黑蝎4 RS。哇，这边刚刚我们捡到那一把金色的嘛，对不对？它上面还有一些特殊能力哎。没关系，都试试看。哦，都要分颜色等级的。哦。那这就是榴弹发射器，这个写狙击枪嘛，选榴弹发射器试试看好了。好了，丢，丢，威力有点猛啊！这是小哦，这个是六左轮呢，麦卡利啊、哦，然后呢？对啊，你看换个副职业，普通攻击都换了，而且变成是技能制的。对啊，那个头像是什么？我再看一下，我有点忘记了，看一下细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闪身啊，我试看。哎呦，可是都要 CD， 这都要 CD， 闪身装填。哦，然后这是我们刚刚拿的那一把金色的吗？好像不是是这一把吗？这一把啦，不是。我们那把金色到底是哪一把？抱歉，我忘记了啊，这把啦，啊，应该手持加农炮啦。好，我们就这样子玩，非常好。我们来一个手持加农炮，应该是这个，耶、yeah! ！开门啊！抱歉，讲解上花了一堆时间。Go！ 啊，敌人都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哪里？来了！哇，会爆炸，会爆炸！哎、欸，蛮蛮强的、欸、这一把。虽然不是连发，但是这种单发还然后射到身上还会爆炸，这一把金色的武器。哇，我觉得开始有点期待这款游戏了。也不过只是刚开始啦。
哦，那个之后玩法怎么样？这也是等正式上市哈、哦，因为毕竟一款游戏你没有玩透它，你就没办法马上的定夺说这款游戏到底好不好。啊、哦，只是因为它现在有暴风雪的光环哦，我个人是就是因为暴风雪的光环而去稍微有点看好它这样子啊。哦，但是呢，实际上到底是如何不晓得。哎、欸，那边是这边是什么东西啊？哇哦，哇哦，哇哦！丢一下，碎了，嫩。再来，再来，再来。跑去哪了？跑去哪？跑去哪里？跑去哪里？会飞，会飞。哇哇哇哇！会飞。手榴弹，百夫长。下面百夫长啊。而且他好像有些弱点攻击，我刚刚看到我射到他的枪，然后他就整个伤害变高，受到伤害啊。所以说这个瞄准苦手的人呢，不瞄弱点好像感觉不好打、啊。有，哦，不要啊！在哪里？啊，不要！不要！打头。None， 怕怕的。欸，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的血在哪里、欸。哎，痛苦之脸。啊，左上角可以看谁对你开枪。百夫长，百夫长，去吧。哎、欸，我发现我现在这个模式，这个武器，那个飞刀跟手榴弹 CD 的感觉都很长、欸。哎，另外一个好像比较好，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这个 CD 很长，啊，敌人在哪里啊？啊，找找到。哇！把你武器射爆！我快死了，我的血量在哪里？去死哦！瞬移，血量是不是正上方那个是我的血量啊？好像是的样子哎、欸，感觉是。换一把，换一把。充能完毕。哇、哦，哎、欸，这把威力也不错哎、欸，左轮打下去的感觉就不一样。哎、啊，哪里是开门？这里，我们换一下榴弹。我们只有三发而已。哦，可以装填到四发是吧？哎、欸，要飞走了。No， 为什么要飞走？不知道。敌人呢？哇，榴弹！我靠！哇哇哇哇哇哇！我死了，抱歉，不小心坠落谷底了。那我要怎么复活？哦，按框框重生了、啊。对不起，溜不起来了，我掉下去了。嗨，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什么东西啊？哦，又来了，哎、欸，没了、欸，哎。换这一把，去死，去死！哇，开大绝！哇哇哇，这是我的大绝、欸，好丢哦！等一下，我们来换一下别的，弄那个大绝，另外一个大绝，等一下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哇哇哇哇哇哇，丢！不行，会死。结束你的生命，好玩好玩。啊，旅行者是谁？我换一下这把好了。欸、我现在都在拿单发武器耶、欸，哈哈。其实我觉得单发也不错玩啊，伤害蛮高的哈。相对之下，这个连发的感觉伤害就不怎么高了。哦，应该是往这边走吧。好，我们上来了。Okay, my ghost keeps tagging these Cabalas Red Legion.Cora, what do you got? Rumors mostly. An elite faction of the Cabal, deathly loyal to their commander. But that is irrelevant. They are attacking the Traveler. 攻击旅者。Get to it now. Oh. The Traveler can wait. We will protect our people at any cost. 不惜任何代价啊！啊，这次要我去哪里啦？我来到这个地方。跳过去吗？哦，原来在这里啊！好的，我们来切换一下哦。
我们把我们的副职业切换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技能哦，然后武器稍微换一下好了，不然武器太多了都没得玩。哎，这个是三 GN 哦，它下面的有些技能都不太一样啊，像那个极速开火、全自动、弹夹清空、哦，我们来玩看一下这个好了，感觉蛮屌的。好，我们刚刚这个榴弹枪玩过了嘛，我们来试狙击。好，多试一试啊。这个吗？试试看。Traveler, what is that thing they're attaching to it? 啊，上装这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继续走就对了。哇哇哇！哎，那个，那些是玩家对不对？我看到那些玩家来帮忙了。哇哇，想干什么？去死！哎，那跟人家连线呢？你看这是其他人。Hello， 我是老头，然后不会理我，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哭哭哦，换这一把。完了都射不到，这把比较强。This Red Legion are well trained, but we are better. We will hold this line until the last civilian is safely away. 全速撤离，打谁？去死！护盾内，哪里有护盾？哦，看到护盾了。哎，哪一个是跑步啊？还是这游戏没跑步啊？哎，啊，怎么回事？充能完毕。哦，这是我们的坦克哥，开大啦！哎呀！洗呢！可是他都没有什么途径能力啊，洗呢？哦，这个要懂得进退啊！我快死了，救命！哎呀！救命，坦克哥，快帮我补血！脚外弹跳手榴弹啊，哦，这不是弹跳手榴弹，差点讲跳弹。我戳！外线，哎，不要！嘿！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抱歉，有点搞不清楚方向了。哎，你们帮忙一下好吗？不要只会看。换下一把。现在要我干嘛？现在要我干嘛？飞弹来了！哇，防护立场，谢大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会感谢你的。好，哦，啊，左边有写被击退的攻势啊，哦，还有一波，我们还有一波要打，好玩呢。我要换一下了，我要切换这个比较强。喂，会死啊！我觉得我不应该拿这一把，啊，说真的。抱歉，让我换一下武器啊，喔。这把比较强，我没来跟你开玩笑。然后这把也比较强，不是，小枪比较强，我觉得。哇，没子弹。帮忙！啊，死了，我救他。要帮你复活了 ，quickly， 这边两发一支，啊，我们手榴弹还没好啊，哇，会死啊，敌人实在太多了，请求支援，我觉得我们不能太前面了，啊。太危险了 ！Let's go！
加手榴弹啊！还有一只在哪里 ？Hello， 你好。嘿嘿嘿，好玩好玩呢，好玩呢。来啊，单挑时间。哦，原来按住那个香菇头是跑步啦。哎呀，现在才发现太慢了。啊，往那边跑，离开广场，离开广场，乱乱乱乱乱。Go， 拜拜，先走一步喽。啊，我要抛弃你们了。哎，这边有人在打扫，还是机器人？机器人在打扫，好好笑、啊。快点！哇、哦！艾库拉！哪里 ？Boss！怎么会有 boss 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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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错什么？哇！我死了！哪里搞？太奇怪了吧？拍爬，拍爬。拍吧拍吧，呜！有破坏了，哇！火焰枪，这应该打后面那个燃料罐才对啊！过去吧，碎了。哦，还好我这枪的伤害是够高啊。哟，谁啊？去死啊！去死啊！打近战，跟我比近战啊！比近战是吧？打你的燃料罐。哦，这是谁？哇 ，boss， 又是你 boss！ 不要啊 ，boss， 丢飞刀炸炸你 boss！ 我靠，有点硬，有点硬。哦，又死了。喵！有人握大绝，握大绝了！来、欸、换一把！！Oh yeah, baby！ Boss 呢？护盾破了，对不对？护盾破了啊、哦！能，爽！再围一层，再围一层，快点，拜托，求你了啊！过了，好刺激啊！哇！热血不中断呢，好好玩哦！耶、yeah, ，突然觉得好期待 PC 版上市哦！PC 版用滑鼠玩比较方便啊。Zavala picked up that guardian you never showed up about. Get them on that command ship now. 妹子 ，Hold on back there. Hold on. 哇哦！哇哦！Big guy， 那、啊、把这个毁掉，对不对？啊！哇 ！All right, Guardian, time to kick him where it hurts. 指导黄龙，呵，被指导下面黄龙，讲清楚啊！我不知道他干嘛、欸，说真的。这是敌人的战舰吗？我们是在入侵敌人的战舰，感觉好像是的样子、欸。啊、哦，目前为止我的体验还是算是不错的、啊。哎、欸，真的呢、欸，敌人的战舰呢、欸？护盾消失之前，好的，赶快趁现在冲到里面去。好，我冲进来了，入侵了。
哦，这动作要很快才行。好，现在呢要去哪里？这个是干嘛的啊？哦，看控制台是不是？下载图表。解锁了，走这里。嗨，你好，一个人吗？直捣黄龙。来了哦，榴弹枪了，大直捣啊！这种类似就是精英怪，你知道吗？这种精英怪真麻烦，精英怪可麻烦啦，是不是？小坏蛋，你在哪里啊？小坏蛋，这里啊，小坏蛋。他的护盾呢？那我们躲这里应该是不会受伤，但重点就是要怎么冲进去，这就是一个问题点了。来，趁现在。打掉你的罐子，嫩。弹药不足，黄金枪有点过热。走这里，列队，往上走吗？后面没有人，对不对 ？Go go go！ 昨天我真的不知道走哪里，我就随便走，是这里吗？哇！门开了，吓我一跳。哎呦呀，你是谁啊？什么都没看到就给他敲下去了。哇，这个动作好快哦！在丢什么东西？手榴弹。解决了哦，大致哎哎哎哎，我要装子弹，大哥不要，射不到，我的香菇头对不到他。火焰枪兵啊，撑住。这个是中，这子弹。好，往哪边走？没有一个路径给我。哇哇哇哇！我直接被炸伤了，怎么回事啊？装填一下啊、哦，这总共有13发，这有8发，而且我还觉得这个装的比较快。哦 ，BOSS。这么远啊！我靠，这血好多，怎么打都不对啊！这 BOSS 难打，还是我选错武器跟他玩了？换一下好了，伤害差不多哎、欸，应该他是有弱点，只是我找不到而已。单挑啊！不要啊！啊！那会死啊！攻击你！我要回血！哈哈哈！抱歉了。这怎么不能把武器给打掉啊？重点，啊，我死了，该死的，这样要不要重打、啊、他的血量？感觉重打哎、欸，
好，我死了。不行啊，他必须死啊！没关系，我快有大绝了。我来看用那种大绝把他解决掉啊！抱歉，我打得太鲁莽了。充能完毕，太好了，我有大绝了。等嘛西啊！等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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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了，六发解决。我要死，我要死，谁射我？射必射啊！来，不甘心，没关系，我要赢了。快点，还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还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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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得死啊！哦，解决了，终于。特别难搞就是你啊，还有多长啊？我可以不要打了吗？我觉得这边很耗时间呢、欸。说真的，哇，那狙击啊 ！Hello， 那只小喽啰跑去哪里了？嗨，你好，哈哈哈。啊，剩下怎么找？往下吗？跳下去！哇，被射到好痛哦！还有吗？挂了吧。哎呀，这里没有给任务哎，什么提示都没有，杀出一条血路哦，好吧。好吧，好吧。护盾就在前面了，把护盾打爆！哇哇哇哇！吓死我的毛了！我靠，那什么东西？这一只也太硬了点吧，不过比起刚刚那一只好多了啦，应该是我的武器有克到它。解决了，有，哇，还有一只，还不死啊？吃我拳头！ Right, 摧毁它？怎么摧毁它？重点，我不知道怎么摧毁啊！哦，排气涡轮是这个是不是？排气涡轮没样用呢，排气涡轮怎么摧毁啦？啊，教一下，教一下。我掉下去会不会死掉啊？这边才两格而已、欸，让他超载。我直接下去会不会怎样？会不会死啊？啊，我死掉，对不起。I'm sorry， 重生。我要怎么下去这个地方呢？哦，攻击这个，那丢手榴弹给你吃就好了、啊，对不对 ？Yes， 我们还有另外一边要用啊，靠背，哈哈哈，啊，原来这个要闪啊，我知道了，所以我们只能走这上面，这啊。抱歉，有点难啊，因为我还不太了解这个地形在哪里啊。我们摧毁了一个嘛，啊，直接用射就好啦，
射得到吗？貌似射不到，我们要想办法到那个地方去才是正解。不，我要怎么过去？难道要从下面过去吗？好，我们试试看。从这里可以过去吗？会不会死掉啊？蹲下的走，还是会死啊？没屁用啊！啊，我死了不知道几次了，抱歉。好，我想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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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概知道怎么过了。我大概知道怎么过，不能逆，不能逆时钟走。乱。快给你！哎呀呀呀呀！摧毁一下喽！温度升高，哦，然后这边还继续往这边走，跟着我走，乱，最后一个把它摧毁掉。睡了，刚好有手榴弹，去吧，解决了。他停止了。护盾已解除。Savala， Go Go Go！ 摧毁了这个战舰了，我们要冲走了。不要阻止我 ，Amanda！ 快点！噔！啊，刺激！原来我是女的。How do we come back from this? You don't. Whoa, whoa, boss. You don't. World without light. 毁了，毁了。No， 我怎么了？我的能力，我的能力。哦，他太帅了！不要玩我的俄罗斯方块啊、哦！没有，那是魔术方块。Do not look at me, creature. Woo! You are weak, undisciplined, cowering behind walls. You're not brave. You've merely forgotten the fear of death.Allow me to reacquaint you. 哇！干嘛打女人？我的方块掉了。Your kind never deserve the power you were given. I am gold, and your light is mine. Me. 啊！陨落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试玩版剧情模式《天命二》。哇，实在太好玩了！太好玩啦！好玩，好玩！真希望赶快等到正式版哦。虽然 PC 会先正式啊，啊不是 PS4 会先正式，但是我比较喜欢玩 PC， 因为流畅度的问题哦。结束了，开启导航，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啦。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剧情模式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个试玩啊。如果有很多地方没有介绍到的，基本上就跟你说抱歉，因为我本来就是想玩给你们看而已啊。如果有兴趣呢，你们可以现在去 PS4 啊的官网去下载这款封测啊，大家现在都可以玩，是公开的，免费封测啊。那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天命就先到这里为止啦。啊、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试玩新的游戏吧。啊，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